Hello， 大家好，我是老师。喜欢的频道，就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我的 IG、FB、Twitch、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然后在天天姐优诚在你的微信官方公告了玉池良云香单一的山西的绝学的解锁哈。我们先看玉池良，玉池良应该改了蛮多了哈。好，那个第一招哈，绝学橘子之玉一试哈，原本是范围内的所有电套0.5倍的伤害，那。哦，一四是0.5倍的伤害，然后身上两个 buff 变成随机的 debuff 哈，然后这边若命中目标大于等于3的时候，这个概率绝学能源实现减一。好，第二24哈，对范围内的造成0.6倍的伤害，然后目标范围内发生脑洞，且身上两个 buff 变 debuff 哈，一样目标大于等于3的时候，绝学能源实现减一。橘子治愈这一招我觉得还好，然后技巧制造一试，我比较期待这个，并将所有的自身所有的 buff 复制给蜘蛛哈，自身可以获得原地再行动。获得再行，我记得原本是放完的时候就没办法再动了嘛，所以他这招就是。变成一个有点像被动的概念，就是我放完之后，我阿良可以再行动一次。那要记得小心，不要在那个剑脑的地形哈，就是展招剑脑的地形放这一招哈，你就不能动。好，再来是二四的时候呢，看一下哦，获得天赋灵械反身，然后跟这个什么护剑这个技能哈，那。最多同时存在一个 ，OK， 是蜘蛛只存在一个哈。那这个天赋的部分应该等一下会讲到哈。好哦，对，下面这个灵械反身是主动使用绝学后给召唤者恢复38气血，那自己死亡的时候呢，给召唤者增加2.7，并施加神力跟辟邪两个状态。哦，也就是说这次蜘蛛死掉之后会帮助阿良啊、增加 buff。跟2.7力，这样就好用多。所以如果是三星技能要先升级的话，我会先优先升级这一个。好，那护减呢？护减看起来是被动，是被动吗？看起来是被动。技能描述还是主动啊？没有特别写，看起来是，好像是主动哦。自身获得，等一下，天赋跟技能，到底是被动还是主动啊？我们就当它是主动好了，自身获得护卫状态两回合哈，代替两个内友方承受攻击。好，再来是蓄势化形一四跟二四，那攻击单个敌人造成1倍的伤害，并发动追击哈，造成0.6倍的伤害，本次对战后造成伤害提高40%。好，原本的蓄势化形哈，它是没有追击的效果，然后一次的话变成有追击的效果，0.6倍，哇，那这个也是必学的哦。感觉就是增加伤害居多啦，跟这个蜘蛛的部分，蜘蛛蛮实用的，我觉得蛮实用的。那二次的话是变成0.8倍，然后一样提高伤害，提高40%，本来就有 OK， 暴击力提升20%，战后可以从自身三个内选择一个友方进行位置交换。大家知道那个 Arcadian 的那个手游吗？阿克林的手游里面的主角男主角跟阿良技能蛮像的，阿良的技能有一招是传送，然后这边多了一个跟友方的人互换位置，是不是有点参考呢？好，不管，反正就是这三招优先的学的方式啊。如果你是比较崇尚是攻击派的哈，就是先选叙事化型先学啦，那当然多学是最好啦，然后再来选这个蜘蛛技能的，然后再来是橘子治愈，我就橘子治愈，橘子治愈，这个我觉得是放最后学的，甚至不学我觉得没关系。我有点忘记山西技能是可以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学吗？有点忘了。哦，可以按照你想要学的招式去学哈。好，那再来下一个人物是云香的部分哈。云香，看我对照一下技能的部分，祭火同名这个哈，原本是只有施加范围内的友方施加神略跟辟攻哈，
好，那在这边仪式的话，屁功多增加了刺骨哈，持续四回合，持续四回合，原本是两回合哈，变四回合。好，然后二四的话，它变成有一个被动哦，自称三格范围内的友方燃烧的 debuff 哈，转化成为一个敌，转化成一个有益状态 buff。哎，我觉得这还不错，因为敌人有蛮多让你燃烧的关卡，还其实还蛮多的。好，那剩下的东西一样，再来是黄焰回旋仪式哈，看起来是增加这一段，看一下，确定一下，嗯，回旋的那招，哦、超多，这个超多，嗯，驱散一个 buff 哈。看起来是只有这一个，多了这一个吧， 15% 的几率，对，看起来是多了那个而已。好，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每次造成伤害都会驱散一个 buff 哈，并在目标身后两个再弹射，每弹射一次，应该是每弹射两个人嘛，互弹应该都会驱散。看起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是这个样子。那24的话是多什么？对，燃烧目标额外提高 15%。嗯，驱散敌人的 buff 是还不错啦，但然后24变 15%。哎，所以他伤害没有增加哦。看一下，哎，真的呢，伤害是没增加的，仪式是没增加，仪式就驱散，对啊，驱散 buff 而已。嗯，怎么感觉好像还好？要升到24比较有感，对啊，升到24比较有感。好，再来一个。这个幻，好，在这个是幻焰灵诀，幻焰灵诀，好，攻击当个敌人造成 1.6 倍的伤害哈。那差别在哪里？驱散五个 buff 吗？我看一下哦，对，三格变五个，剩下应该都一样。三个变五个，然后哦，还有一个伤害提高，这边有写哈，伤害提高，免伤提高15%，目标携带燃烧状态额外提高15%哈，原本好像没有额外提高15%，对，哦，那个大招，嗯，大招就很有感了，那24是1.7倍，24是1.7倍的伤害，一样去上五个 buff 哈。后面的话，免伤目标携带燃烧状态，伤害免伤多了，免伤额外提高15%哈。嗯，感觉是单体技能是加最多了。然后祭火铜鸣是多增加一个刺骨啦，就是 OK 这样。嗯，我好微妙，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因为我觉得这个回旋弹跳驱散 buff。打PVP 可能有用啦，人家加了一堆 buff， 然后你去放这一招，可以让人家晕眩，又可以有可能让人家晕眩，就可以把它去上 buff， 是有用的。然后大招即使有用，但是你要放得出来，打 PVP 的话，然后再是单音啊，血肉强化，单音应该变成强吧，变神灵法师之类的。对，当一个友方和自身召唤物施加神锐哈，看一下哦。看起来是我只要对友方施加的话，那自己的召唤物也会施加神盾跟披甲吧？看起来是这样。然后若目标是，等一下，目标是守卫灵勇跟庞奎的话，则额外获得活血状态。哎，这是不行是不是？和自身召唤物，因为看起来从字面意思看起来，假设我对殷建平放的话，那我的自身召唤物应该也会获得这两招。然后后面的意思看起来是说，哦，如果放的人呢是这两个的话，额外获得活血，那活血是物攻额外提高，物攻物防额外提高 28%， 就是你要看，你要加谁身上，如果是加自己的话，我是就是多这个活血状态，然后持续三个回合。那血肉强化24呢，主动使用哦，可以恢复单个角色气血哈、哦、，OK， 就多了这个。就是他可以帮你补血了、啊。好，百鬼召唤仪式。好，
放出三个灵勇哈，那绘图灵勇最后存在三个，原本的看一下，好，原本的这个百鬼召唤是召唤完三只之后，那他行动完就会马上死亡哈。那这边仪式的话就多，看一下，百鬼召唤仪式，哎、欸，他没有特别写嘞，他把它删掉了是不是？你看哦，这边不好意思，挡住。召唤三个之后，然后最多存在三个，他没有在写召唤后行动完之后会立即死亡，他原本是有立即死亡的哈，对，哎、欸，那还不错，行动完毕后立即死亡，对，那仪式的话就不会死亡，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哈，好，然后呢这边是，可是是七一技哈，那。有角色死亡的时候，可以帮他累积一点哈，这是仪式的时候。那原本的话是没有哈，没有。你要角色打人之后，每造成一次伤害才会累积一点气力。然后有仪式的话，就是你有角色死亡就累积一点气力。好，那二式的话就是这个绘图灵勇哦，从对应属性角色召唤者的属性15%变到20%。好，然后后面都一样。好，再来是什么？净血灭杀仪式，损耗自身丹血的哦，这是灵勇的招式哈。净血50%，然后对两个范围内的敌人造成固定伤害，伤害者为释放者消耗的气血哈，并且施加一个随机 debuff。那这招使用完之后就挂了哈。好，那再来是二式哈，看一下，前面一样。然后，若场上有徘徊的话，哈，则对其施加旁忌状态。旁忌什么？除气血外，全属性提升18%，最多3层了。哇哇哇哇哇 ！OK， 看起来是要弄这一招，看起来就是释放完之后，就是要升到24。释放完之后，你身上这个有徘徊，帮他增加这个全属性，哈，所以最多38%，而且不能驱散哦，不能驱散哦。不过你的那个。就是要花时间啊，花回合数去叠这个哈、哦。移除祭品的被动，行动结束后立刻死亡。哦，这边有写，这边马上移除祭品被动。OK， 好，就是他不会死亡了，要放这个招式，进行灭杀才会死亡哈、哦。好，九运化力呢？看一下啊、哦，每一场战斗最后触发两次，这是被动。场上存在所属自身的召唤物时候，遭受致命。攻击的时候免除死亡哈，并消耗召唤物，并恢复自身。没想到就触发两次。哎、欸，啊，原本呢一次吧。九运化力。原本是一次，哦，间隔四回合触发哈。那这边改成了每一场战斗可以触发两次啊，这是被动哈。好，再来新增的这个。技能的部分看一下，对单个敌人造成 0.5 倍的伤害哈，召唤物对召唤物伤害提升250%，那么击杀目标恢复自身气血50%，并使自己的天赋冷却时间减一哈，或者洁净状态，哦，持续两回合，全属性提升20%，这个，还算 OK 啦，好，在二四哈，前面一样，单个敌人造成0.7倍。看起来他就是要你去打召唤物啦，因为打召唤物的伤害才比较高，因为他其实0.7倍没有很高。然后击杀目标哈，恢复自身气血100%，我靠，这么多！哎、欸，其实以单音来说还算不错哎、欸，虽然我没有特别练单音啦，不过这三只哈，当然是先练阿良啊。好了，那以上就是这次阿良、云香、单音的三 C 技能的部分哈。那有什么想法，欢迎在底下跟大师讨论。那喜欢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我的 IG、FB、Twitch、BBD 还有 Discord。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大家晚安，拜拜。